二号，李青歌，曲目是《茉莉花》。好，下一个。卡提亚，要加油。卡提亚乌拉诺娃，演唱曲目是《卡罗布什卡》。卖弄得不错，这个才该枪毙，我复议。不过，如果这是现场表演的话，大家记住的一定会是玉藻。啊！期待的。